比较少，天气不好，因为他们其实他们职业军人就比较，生活比较规律，去住饭店，对啊，跟我们军人比较生活比较规律，都下雨天，下雨天没得玩，可时间，他们是很早就要起床的那一种，对，我们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作息对他来讲还比较习惯，你可能比较不习惯的。嗯，还好啊，就是可以那种就是可以调整。对啊，没有人这样。那你的一来的高飞是你人家做给你，还是你我说自己做的？你自己做的。自己没有选择的机会。没有，他那个怎么讲，就是这个外号大家比较想从小。他之前在那个西雅图喝酒。你精神比较好了嘛？你们睡吧。啊，你们还好？你们昨天是几点？挥棒落空，很像他的背号名字叫高。发球。怕什么？还可以啊，我再下去，我可能手就没选中。我想要打他丢脸。哇！这个社团活动，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才四班还是五班，那四班五班呢，完全是导师那边那个登记，所以导师来让学生登记。后来我一看曹景辉不在，曹景辉不在那个棒球这个社团里面，就在想尽法要他，我就跟他聊。他说我不要，棒球很累，他说会很辛苦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他要参加那个什么骑射、象棋啦、跳棋那样的。我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不来，我这个损失很大，不只是我的损失，他说为了我们学校有一个损失，我就劝说他还是不愿意。那第一个学期他还不加入，那下个学期又重新登记那个社团。我先跟老师这样，老师鼓励他来参加，后来他勉强跟着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师很凶啊，很坏，有时候还会拿球棒打那个球员。他们小孩子本来就怕，人总是有一种好逸恶劳啊，轻松的好玩的我去，到那边还要被老师控制，有时候老师还要球棒刀们不愿意来，老师就劝他说到那边不错。那我就问他，就把他是一眼是把他奇怪那个名单，我把他从那个棋社然后删掉弄到放学，他就社团活动一个礼拜只有两节课，那时候不叫棒球队啊，一个礼拜有两节课，从起码有两小时时间受我控制，他慢慢的就培养他的兴趣，我看来年纪小三四年级。我当然是以游戏为优先，棒球游戏啊，什么的东西啊，就在一起了。然后他产生兴趣以后，他就，心就定下来。到十年级才开始正式的接受这个我们一起的那个训练这个课程。那这样子，